Hello， 大家好。由于 TV Tech 今个星期介绍嘅 game 就系 Best New Game， Battle Golf。咁就睇咗咩知系一个打高尔夫球对战啦。咁佢就可以分两个人玩同埋一个人玩。嗱，咁喺 iOS 入边咧系免费嘅呢只 game。咁咧个玩法其实好简单，我哋睇下先。有睇单人游戏有分 time tag 噶，同埋 versus AI。好，咁咧玩法就系、是。玩法就是將個 golf 打上去，哦，你可以射中對方。嗱，校啱角度，校啱力度，打上去上面嘅窿度，要打中上面嘅窿。啊頂，唔夠高。啊遠得滯。哎呀頂，我好彩佢唔中個窿啫。差啲！哎呀，你又系差啲啊！哎呀，唔够高喎，但系 ，yes， 中咗啦！咁我就进入下一关。如果個波打中對方，對方都會暈低喎，係好過癮嘅個 game。啊頂，碌唔落去。啊頂，入咗。啊頂。咁啊，鬥快搶分啦，其實。哎呀，爭啲。哇，唔好啊！哎呀 ，yes， 入咗啦！喂，唔系嘛？屌，入咩入？哎呀，争啲争啲，顶你肺啊！哎，又系争啲。哎頂好，我都好打中對方。哎呀，差啲差啲。哎呀，屌！哎屌！哎呀！哇！好難掌握，我頂你個肺！哇！好近啊！哇！好近啊！妖，又係電腦中。哇哇哇哇！我屌屌，咁佢就赢咗啦，就咁简单玩法。咁同 friend 玩嘅话，咪两个都有得合作噶。啊冇，我合作斗快，即系大家合作喺最喺时间测试入面得到最高嘅分数咯。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嘅 game 啦，拜拜。